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香港這一天。今天是831的一周年，一年前太子站速龍小隊入了去個站裏面，拘捕毆打市民乘客，就過去一段期間一直都有即太子站打死人一個這樣的講法，差不多每月去到21號，包括今天都會有些市民去到太子站外面獻花，就一直都會有咁嘅傳聞，即係所謂打死人嚇。咁就這個當然到而家都可以咁講，未有即係真憑實據，即係話有一個打死人嘅個案。咁但係當日站裏邊，咁咧就車廂裏邊，速龍小隊用一啲警棍、胡椒噴霧，無差別咁即係打一啲乘客市民，相信就係、是。有片有真相，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個其實都已經沒有什麼爭議。到了一年，我想相信不少人其實都真的意憤難平，因為可以有種即沉冤未得雪的感覺，就特別就是無論是721、831，警方其實一直都是反對一個獨立的調查。一哥鄧炳強昨日接受一個電視訪問的時候呢，亦都有提到831，又講返即係太子站打死人呢，即係呢啲都係啲謠言，甚至講到呢就係話有啲人喺背後要散播一啲咁嘅嘢，危害國家香港安全咁樣講下。呢啲就係切頭切尾嘅陰謀論，陰謀論只會即係製造更多嘅陰謀，離真相就越嚟越遠。歡迎上我哋嘅 Facebook 先講下831一週年，大家講下大家嘅各位嘅啲嘅睇法嚇。反修例嘅風暴咁啊，14個月噶啦，其實而家如果用6月開始計，已經有14個月。當然因為即係疫情，咁咧就一波、二波、三波，咁咧就可以咁講嚇，即係嗰個風暴。反修例引發的風暴呢就有所緩和，表面上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即接受鳳凰衛視訪問呢，就講到因為國安法有震懾作用，就所以呢就社會呢就回復平靜，回復平靜咁講下，仲話踏實添啦，佢自己心裏面即踏實，但係呢啲講法好明顯都係啲自欺欺人的一個說法，就自我麻醉自己，因為其實都挺明顯，風暴未過的，風暴未過，因為上個月就721，今日就831，其實兩件事件都是過去14個月以來反修例風暴兩件很重要 的事件，因為這個其實是令到示威者、市民同警方嗰個對警方嚇，即係嗰個仇恨情緒，不斷咁加深，係相當重要嘅兩件嘅事件嚇。亦都係因為呢兩件事之後嘅一啲嘅往後嘅一啲衝突啦、抗議示威，咁咧就個暴力咧，其實就衝突就更加之頻密。程度亦都係不斷咁升級，變咗一個惡性循環，到最後就係一個所有人都係輸家咁樣嘅局面嚇。嗱，721同831兩件事其實有相同嘅地方嚇。咁啊，721就係721，雖然就上個禮拜警區呢個新界北。刑事調查一位高級警司陳天柱就出嚟，即係想改寫歷史啦，即係否認呢個係白衣人無差別嘅攻擊市民，講到係勢均力敵啊嗰啲咁嘅廢話啦嚇。咁咧就但我諗從大量嘅片段都會見到，即係當日就係白衣人喺站內站外無差別咁即係攻擊一啲市民，另外就係所謂39分鐘嗰樣嘢，再跟住就係夜晚最後嗰幕去到一個圍村外邊，警員大批嘅警員同嗰啲白衣
啲人冇採取啲揸曬棍嗰啲嚇，然後就冇採取啲乜嘢嘅行動嚇，執法行動嚇，咁出現咗所謂警黑勾結，就係即係警方對一啲白衣人由夜晚到深夜，其實都係執執搏。對白衣人無差別咁打市民咧，就執執搏。七二一就係咁樣嘅一回事嚇。八三一就一直個焦點就係落咗喺即係究竟有冇死人嗰度嚇。咁咧就當然呢個就原因其實就都好清楚點解有咁嘅傳聞，就係、是、現場嘅警方咧就趕曬啲記者走，趕埋即係消防救護走，咁咧就跟住咧就一啲數字上出現咗一啲混亂嚇，即係受傷嘅同埋最終送院嘅出現咗一啲嘅混亂嚇。嗱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唔少人即係相信，特別即係佢睇到已經見到嘅一啲嘅片段，即係打人打得咁緊要。咁啊，好常理或者合理去猜測，就係即係打死人，其實都唔係話即係冇可能嘅事。咁所以其實就係咁樣，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説法。嗱，當然啦，我哋都係講事實。即係如果你暫時你未真係揾到一個真憑實據，即係某某就係真係消失咗、死咗嘅話，咁始終仍然要接受，就話而家仍然呢個就係一個未經證實嘅説法啊，或者即係所謂傳言咁樣嚇。但可以見到嘅咧，就係剛才講嗰啲，即係可以講不爭嘅事實，就係有大量嘅片段見到咧。無論喺月台喺車廂裏邊打人，大概打得好緊要。咁我相信一啲警官高層佢自己私下問翻佢嘅時間，佢哋其實都唔否認呢個説法，就係話喺裏邊打人的確係打得好緊要嚇。咁有冇死到？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爭議點嚇。嗱，好多人睇翻啲片段，特別即係有一幕係即係可以相當覺得相當恐怖同埋憤怒嘅，就係即係有兩對男女白衣嘅後生仔，咁咧即係打到佢哋即係坐咗喺個門車廂嘅門下邊，咁咧一位即係直情係痛哭啊，狂哭應該咁講嚇，即係求饒嗰幕，我相信即係呢幾日或者今日好多人睇翻都會覺得真係相當之心酸嚇。咁啊，七二一就係白衣人無差別打。咁咧就警方就執執搏，八三一咧就警方速錄，即係自己無差別咁打。咁啊，一年之後，我諗即係好多市民，其實好多朋友今日睇翻一啲片段，都會覺得即係憤憤不平，就係話即係點解一啲咁樣嘅事喺香港發生，然後一年之後仍然係仲係一個即係所謂沉冤未得處咁樣嘅情況啊。反而見到嘅咧就係、是。警方七二一就改寫歷史，咁咧就然後八三一咧就係一哥自己出嚟即係反駁，咁啊一方面就話冇打死人，呢啲係一啲謠言，咁咧但係仲係有陰謀嘅謠言，咁咧但係從來就冇即係好正正式式咁樣去正面面對八三一。暴力嗰個問題嚇，無差別打嗰個問題嚇，咁嘅情況之下，市民其實嗰啲對警方嘅警隊嘅仇恨咧，就好難會消除嚇。鄧炳強喺個電視訪問裏邊講到咧，就係話即係呢啲打死人嘅講法咧，就係啲散播謠言，咁咧就話咧係一啲不知名嘅勢力啊，喺背後咧就係、是。想係要危害國家安全、香港安全，咁咧，然後嗱，甚至即係再借題發揮咧，就講到好多即係針對警方嘅嘢咧，都係一啲假新聞，都係啲假新聞，就係要打擊抹黑即係警方嘅嚇。嗱，你睇翻警方近排嘅説話咧，咁基本上就做緊兩樣嘢，一就咧將一啲假嘅就講到真嘅。然後咧就將真嘅咧就講做係一啲假新聞嚇，咁咧就係、是、
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去回應回應即係市民嘅一啲嘅嘅質疑或者不滿嚇。嗱，呢個就好荒謬啊，因為執法者其實就應該係講證據，講證據嚇。咁其實當日即係如果唔係警方趕曬啲記者出嚟，將裏邊就基本上將佢密封咗。將個真相咧就即係冚咗一塊布喺度，咁啊市民即係如果從佢哋睇到嗰啲咧，其實都會見到就係、是、即係你打人打得咁緊要嘅話，咁會相信啊，即係可能真係有人打死嘅，其實呢個完全係可以理解啊。特別係經過一段反修例期間，到而家，即係警方喺市民心目中嘅信任啊，或者成個政府咧，其實都係基本上都係零嚇。咁你回應或者所謂要消除一啲謠言傳聞嘅，即係只能夠用事實。事實嘅就係唔係你話嗰啲事實，而係要有一啲獨立公眾相信有公信力嘅人去做嘅一啲調查。將那個831或者721重組翻個真相出嚟，有啲地方可能永遠都一個空白，或者係有爭議嘅，咁啊攤翻曬出嚟，咁啊由翻市民去做一個嘅判斷，自己做一個結論，咁啊會係最公平，相對一個公平嘅一個做法嚇。嗱，警方一路就冇咁做啦，咁啊然後就係即係一哥而家出嚟個做法咧，就基本上就係、是即係將即係都幾荒謬，有啲咁嘅講法，就係話一啲不知名嘅勢力，其實即係佢自己都唔知道有冇呢啲勢力，又或者係唔知道呢啲勢力係乜嘅，咁都公開出嚟講，就話呢啲勢力背後就要危害國家香港安全咁樣，即係其實呢啲其實同謠言即係其實都冇乜分別嚇。完完全全是一種即係陰謀論，咁咧你越講即係用陰謀論嚟回應咧，只會即係其實係衍生更多嘅陰謀，包括就係即係可能一啲謠言嚇，你會覺得嘅謠言死咗人啊嗰啲嚇，咁如果你要再話要重組翻揾翻個真相，或者甚至即係所謂化解一啲仇警嘅情緒咧，就會更加困難添嚇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